开始了。여러분안녕하세요호모입니다이노력이미스각저거이노력인간시각인간시각여러분안녕하세요호모입니다今天呢是5月17号，然后呢，今天是一个 Anime Cafe 新的活动开始了。那我今天有为了这次活动有特别打扮一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出来呢？算是某位角色的一个形象的服装，然后我稍微搭配了一下。这个耳环的部分是他的眼睛颜色哦。那不知道看到这里有没有人猜出来呢？那还没猜出来的人就赶快来看我的影片吧 ，Go！没错呢，这次参加的活动就是文豪源泉的 Anime Cafe。那这次活动时间为5月17号到6月25号，我可是活动开始的第一天就冲过去了呢。穿着这一身，呀呀，好吧，我很努力的配色了，有吗？整体来说，很中二，我觉得很中二。我当然是下次才开始披这件外套的啊，我哪有羞耻度那么高啊。话不多说，赶快来介绍这次的活动吧。这次的角色呢，主要都是以现在最热播的第三季的角色为主。饮料条理呢有分为上下两期，有些全期供应，有些是限定时段才有的。 Glatte 的图案部分呢有这次主打的角色们 Q 版、等身版各一的20种选择。消费满800元的特点则是一张随机的贴纸。这次周边的部分呢有可以选择角色的大立牌、随机的徽章与小立牌吊饰，还有比较特别的是纸胶带。那我这次没有购入周边的部分，所以只能给大家看看图案了。当然我这次还是有好好的把布置的食品图给拍下来哦。果然是安利美特，每次的布景都不让人失望。动画风格的角色名言以及场景的布置，真的是很有爱才能做得这么精致呢。ラバリスゴイ。那这次的杯垫呢，有10个随机的角色。当然，我很想要抽到我最喜欢的太宰，不然我装成他就没有意义了嘛。不过如果要吃 CP 的话，当然要吃双黑啦。所以我这次买了3杯饮料，就是希望能抽到双黑。没错，我就是 CP 狗，哇！真的让我抽到太宰了。还有小哥跟 Alice 酱，因为果然今天有穿，故意把这个形象打好，有差，运气有差。虽然不是双黑，不过也凑了一对很像的 CP。等饮料的时候就来看看旁边的布置吧。这些立牌呢，在活动结束后就会随机抽出去。我这次点的是中野的桑格利亚，颜色真的很漂亮。很有中野的异能力的感觉，还有小灯的乳酸苏打，这个真的超好喝的，一定要去喝看看。吃完太宰推，当然要点一杯太宰的 Glatte 啦。有帅气的太宰，也有 Q 版的太宰，我这次真的是大秀丽。好了，我拿到了，赶快变掉。Q 版太宰真的好想把它带回家养哦，不，天气之下也可以啊，可是中也会生气的吧？怎么办呢？桑格利亚，桑格利亚，桑格利亚。然后说实话，那个中野的饮料就真的只是普通的葡萄汁而已啊，不要相信什么桑格利亚那么好听的名字，不相信的人就赶快去喝看看吧。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太夸张了，我觉得你还是要当我的粉丝啊，应该是很夸张。